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民间火培的有余读书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书是最新出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这是一本800多页的书，挺值得介绍一下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以后就把这本书叫做《张春桥传》。这本书的作者叫郑重，是上海人，新闻工作者，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上海文汇报的记者。他为了写张春桥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以前也写过上海的文化革命跟文汇报方面的书，也挺有影响的。他写这本书看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很重要的当事者，所以这本书，而且他的态度是对张春桥既有批判的态度，又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值得介绍的。张春桥是1917年2月1日在中国的山东出生，所以今年2017年是张春桥出生100周年的纪念。所以在这个日子来讲讲张春桥也是很有意思的。张春桥曾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担负的职务也比较高。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然后以后当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而且他这个人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大。一般来说，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面，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不好的。比方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就把张春桥称之为政治流氓文批，请大伯把这首诗，把郭沫若这首诗词调出来放一下。对，他那时候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写的，所以他的题目叫《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在1976年10月21日，就是粉碎抓捕四人帮的当月。他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把张春桥称为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所以把不知道是郭沫若是总结了中国人的对张春桥的看法，还是他这种定性影响了中国人对张春桥的看法，这我都搞不清楚。反正这么一个定性，也就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个定格，说他是政治流氓、文痞，然后是狗头军师。狗头军师的意思就是足智多谋，善于搞阴谋诡计，阴一套阳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反正就是这些负面的因素对中国人对张春桥的印象就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张春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像官方给他定性的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之一，而且是篡党？这我们看了这本书，研究了这本书以后，我们会自然会得出一些大概的结论吧。今天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讲，我打算这本书分两次给大家讲解。作为第一讲，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张春桥怎么成为文化革命的干将的，怎么成为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心腹干将，成为毛泽东的心腹的，他是怎么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而且毛泽东对他委以重任搞文化大革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我想讲的就是，在文化革命的这种政治风浪之中，张春桥实际上，我们看了这本书就能够发现，我大体把它概括为张春桥实际上在文化革命的政治风浪之中经历了6次危机，
每一次危机都是对他有致命的威胁，他的甚至生命都岌岌可危。他是怎么度过这次危机的？其实每一次危机都是毛泽东向他伸出援手，然后化解了这种危机。就是到底度过了哪，遇到了哪些政治危机？毛泽东又是怎么援助他把他解脱出来的？而且取得了毛泽东更加的信任，更加倚重他，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想讲的是，张春桥差一点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就那种位置就相当于林彪、王洪文这样的接班人，但是呢，最后又没有接成班。最后，毛泽东为什么会不得不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这个想法给放弃了呢？他在党内遇到了哪些阻力？是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主要就想讲这几个方面。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张春桥是怎么积极的投入文化革命，而且在文化革命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这种角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春桥能够在文化革命中间起那么大的作用，取得毛泽东跟江青那么大的信任，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在写姚文元写《评海瑞罢》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重要文章的时候，他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概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实际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和程序来说，实际上是不合法的。他搞了一系列的部署吧，又想在突破党的规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文化革命的起到一个前奏曲的作用的，就是布置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写的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后来被毛泽东、江青认为是，好像是在替彭德怀说话，替中国的农村资本主义伏笔，搞什么单干、分田这些东西在说话的，认为是一个坏的剧本。他实际上是毛泽东想通过批吴晗要达到最终要最后要攻击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以及彭真背后的最大的人物，文化革命的真正的目标刘少奇，要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的这种战略部署是一环扣一环的，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布置写海瑞罢官。当初写海瑞罢官为什么又跟张春桥有联系呢？是这样的，当初江青实际上是出面干这件事，毛泽东在背后操纵跟指挥了。江青开始找的人是北京市的，找李希凡和其他学者。李希凡大家都知道，是在1949年之后没几年，在批判《红楼梦》的时候就崭露头角了，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的人，也是一个不具备权威的、深得毛泽东喜爱的一个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当然要找的话，当然他是中国那时候是最受毛泽东欣赏的，但首先就想着去找李希凡。但李希凡的思路就跟江青、毛泽东的思路不一样。李希凡觉得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就老是往学术方面想，这就达不到江青跟毛泽东要搞文化、发动文化革命的导火索这种作用就不行。最后把李希凡就只能放弃了，放弃了以后又找了一些别的人，别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都没有搞成。有些人的原因就是，哎呦，作者是吴晗，吴晗也是一个大人物，北京市的副市长，而且是非常权威的历史学家，那我们写的东西站不站得住脚，或者在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政治背景啊，那些就不敢写，或者是反正就达不到这种目的，就做不到。江青在北京搞了半天，物色不到一个合适的作者来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他只好到上海去，因为他们跟上海很熟，而且上海一直是得到毛泽东的重视，上海一直搞左的东西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到了上海的话，当然就找到上海是
被江青称为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就专门写大批判文章，专门写那种批判，批判这些大权威这些人的，就是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专门写文章，非常凶狠的打这打那的这个人，当然就找到姚文元。但姚文元是一个很小的官，他的上面就是上海市的宣传部的部长，就是张春桥。所以这样的话，江青跟张春桥就挂上钩了。张春桥当然就配合得非常之好，心领神会做这件事情。江青搞得他非常满意，就很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就是张春桥在贾亦儒指导跟帮助姚文元写《平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跟江青跟毛泽东这么挂上钩。张春桥就这样在文化革命，他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这样的，就能够直接参与文化革命。在这里呢，顺便说一个事情，就很有意思的。江青在到上海去找张春桥来主管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实际上是不可能不通过市委的。按照中国共产党规矩，江青不可能是私人去找张春桥的，他必须通过上海市委，张春桥是代表上海市委出面来干这件事的。因此其实整个上海市委在平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重磅文章出笼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对每一步重要的情况都是知道的，而且最后这篇文章也是上海市委最后是商量定稿，然后才交到中央，由张春桥带到北京交给江青毛泽东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整个事情是实际上是从组织关系来说，江青应该是非组织活动了。这个江青实际上是找到的是上海市委帮忙，上海市委具体工作跟出面的是江青，但整个过程是上海市委是知道的、批准的，而且认可，最后也批准这篇文章。但是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后来上海市委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江青、毛泽东这些批判的时候，他们为了表功，就要说这篇文章，你看我们连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都是我们指导搞出来的，因此我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这样说。这样说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承认，江青也不承认，张春桥更不承认，就要说没有上海市委的份，上海市委是一个黑司令部，应该打倒。但是到了文化革命结束要否认文化革命的时候，把姚文元这篇文章当成是反动文章来批判的时候，那上海市委前书记陈丕显那就拼命的说这篇文章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政治其实上是很肮脏的，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有功也说不上，有罪也说不上，大家都是有功的时候就抢，有罪的时候就拼命去推卸。但是事实上可以说是张春桥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张春桥是代表上海市委做这件事的，这就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张春桥为什么能够深得毛泽东的青睐跟信任，而且在后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间发挥那么大作用呢？是有一个思想基础的，也就是张春桥最早被毛泽东发现跟欣赏，实际上是张春桥在1958年九月份，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是张春桥发迹史上的第一桶金吧，可以这么说，题目叫做《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当初的等级工资制进行了攻击，他是主张的是要搞恢复到供给制。供给制是中国共产党在跟国民党打天下的时候实行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就是按照那意思，就是所谓供给制，就是根据你的官位的大小，你该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比方，如果我们现在工资制的话，发1000块钱工资的话，你只用200块钱，剩下的钱就是你自己的，这是一回事。供给制就是
有国家或者是有组织把你全部大包干下来嘛。你如果你是官大的话，请保姆也在里面配一匹马给你也是一个意思，配一个警务员也给你一个意思。你有多少人口不管，反正美国人有分多少口粮，大人多少，小孩多少，这些粮食是该给多少，日用品给多少，就是你需要花多少就给，基本就是按照你职位就给多少。这为一种叫做供给制，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工资制呢，就是按照等级就发工资。张春桥觉得发工资是一个叫做资产阶级法权这么一个意思，是实行等级制。这是跟那种共产主义理想、跟革命队伍的这种平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他觉得以前革命队伍，甚至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实行的供给制，才是真正体现了这种革命的思想。后来把供给制废除了，搞工资制，他觉得这是一个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这么一个思想，他就要主张又退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这种供给制，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生产力也要向前发展，经济建设也要向前发展。你搞供给制实际上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那种平均主义的东西、军事共产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就不想这种比较更现代性的一些等级的工资制这种东西，所以那张春桥写这篇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鼓吹废除以前那种废除当初的等级工资制，恢复到供给制这种东西，就非常投毛泽东的喜好。毛泽东大喜过望，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完全说到他心里去了。然后就主张《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而且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还加了暗语，就对张春桥大大的赞扬了一番。虽然供给制并没有恢复，但是张春桥的思想立场观点在毛泽东那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觉得他的思想跟自己非常合拍，就对他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是一点。第三件事情，张春桥投其毛泽东的说话就是，1966年文化革命还没有开始，快要开始，文化革命前夕，实际上是毛泽东想打倒的对手之一彭真，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还有很大的权力。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那种权力很大，当初都被认为是除了邓小平以外，他就是接班人了。他实际上在主导文化革命的整个过程。彭真就搞了一个2月提纲，这个东西是毛泽东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彭真想搞的东西，所谓文化革命呢，彭真就是真想搞文化，就是搞学术啊这些，就像毛泽东把文化革命往一个政治方向引，彭真就想把它引向政治跟学术文化这个方向去。这一点上，张春桥的意思就跟毛泽东非常非常契合。毛泽东也有思想基础，看得上张春桥，就让张春桥来取代彭真他们搞了一个。另外一个文化革命文件，就彭真搞的2月提纲是给否定掉了，给废除掉了。另外搞一个东西叫做516通知，就是1966年5月16号发出的中共中央的通知。实际上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号角，就是从这一天就吹响的。这个文件就是文化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间，毛泽东说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话，代表了他的最重要的思想。就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而出这个最重要的文化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的时候，那毛泽东就任命张春桥作为这个516文件的起草小组的秘书长。所以，张春桥在文化革命前夕扮演的这种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1966年5月28号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时候，张春桥就被任命成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还有江青。张春桥当然虽然是位居末位的副组长，但这个组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成为文化革命中间除了国务院跟中央军委以外权力最大，实际权力更大，甚至超过国务院的这么一个机构。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权力也几乎达到了他的，快要达到他的顶峰了，起了这么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事情。另外还有几件事情，在文化革命初期也是毛泽东做的来深得毛泽东欢心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文化革命5月16号发动以后，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就把工作组派到全国各个大学中学去指导运动，实际上就把运动拉入他的党的领导这个轨道去。在这中间，6月18号在北京大学就发生了学生斗学校领导干部，斗其他教职员工，斗大学的教授和其他老师的这么一个行动。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行动，刘少奇是很不满意的，就觉得这里面是，当然刘少奇又上纲上线，觉得这是坏人反革命在捣乱，当然是一个武斗的搞肉体折磨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件，但是刘少奇把它当成一个反革命事件处理。刘少奇关于这个事件的文件里面做了一个批示，叫做6月18号发生的事情，刘少奇做了批示叫620批示。等到7月18号，1966年夏天，7月18号，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的时候，那张春桥就把这个刘少奇的620批示跟这个材料就悄悄地送给了毛泽东。这对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要找借口很难找到的人来说，就送了一份大礼。对于毛泽东，毛泽东就投其所好，毛泽东正想要找点借口找点岔子，刚好张春桥就送了这么一个东西来了。所以这件事也是非常讨得毛泽东的欢心的。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通过文化革命决定，中共人发出了一个决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决定，我们其中有16条规定文化革命怎么搞，我们就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文件，我一般就称之为16条。在这中间，张春桥跟王力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文化革命发动之前晕染过程中，跟文化革命刚刚发动初期，张春桥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的。而且所以他自己在文化革命中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所以他就是以这种身份跟这种经历，就是投身到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上面去了。这是张春桥跟文化革命的关系。然后就讲文化革命中间有这种政治风浪，中间张春桥经历了6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毛泽东来替他化解的。第一个危机就是1966年11月份发生的安亭事件，对于张春桥来说是他政治上冒着极大的风险，最后化险为夷取得了胜利。这是这么一件事，上海当初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的很大的组织，叫做工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以王洪文这些人是为首的人。成立以后，他们就找上海市委去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市委就坚决不承认，所以工总司就觉得，哎，不承认我们就成了非法组织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要说，那我们就要到北京去告状，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让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他们就步行出发去，就走到安亭的时候，就发生他们就拦截了，先拦截慢车，后来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惊中国甚至震惊中外的事件。因为上海到北京的特快列车是非常重要的，这条交通大动脉是不能够中断的，这中断了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件。然后
上海工总司就做了这么一件事，那就要紧急的处理，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啊、毛泽东啊、周恩来这些，马上就处理，就派张春桥到上海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劝说工人回去，当然认为工人是做的很错误的事情了，就把他们劝回去，坚持劝回去，要恢复生产。这张春桥就带着这种预定的方案，就是劝说工人要回去恢复生产的方案，到了上海结果跟工总司接触了。他一开始还说，这次中央已经有一个既定方针，就是我代表中央要劝你们回去，你们要回去好好搞生产，你们的要求我们以后再说，而且说得很强硬的，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不可违背，而且说的话都是南捷特快列车是要杀头的事情啊，你们怎么这么做。但是张春桥被上海这些造反派包围起来以后，过了不久，不到24小时，他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他居然就全部满足了上海工总司的要求，就要说上海工总司的是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一切过错都是上海市委跟华东局造成的，就全部满足了上海条件。这工人那些造反的工人几乎不敢相信这件事了，但是呢，张春桥居然就做了这件事。做了这件事以后，哎呀，上海市委就非常气愤，因为上海市委知道这件事，中央实际上有一个态度的，华东局的那干大干部们也非常不满意，你们怎么这么做呢？而且你们也不跟我们上海市委商量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你违背了中央的决议，中央派你来已经是交代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所以张春桥后来回到北京去，就是冒着要么就是杀头做监牢的问题了，中央命令你当钦差大臣，你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然后回来。结果回去以后，毛泽东大家内心都很愤怒了，中央文革的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有总理周恩来，我们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你怎么去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这么回来。结果毛泽东站出来替张春桥说话，毛泽东说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这代表毛泽东那种风格，既是混不讲理，而且又高深莫测，或者是说的非常高不见领啊。他第一句话就说是先斩后奏是可以的，就是张春桥不给我们打招呼，也不告诉我们他打算要改变主意，他就做了，就擅自就这么做了。这应该是照道理是一个逆天大罪，毛泽东说是先斩后奏是可以的。然后这件事情我本来已经是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就这么做这件事，就擅自就做这么一件事。毛泽东第二句话也很有意思的，就任何事情都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那意思就是张春桥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他承认了工总司是群众组织，承认一切过错都是上海市委犯的，上海造反派的一切要求我们都满足，这些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们承认就是了。这次毛泽东做了一个非常对张春桥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大战，张春桥没有预料到毛泽东最后是这么全力以赴支持他，这就张春桥碰到的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是在1967年的1月28号，上海市的一些革命造反组织，叫做红革司、红三司、炮司，这些都是群众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简称了，他们出来打倒张春桥。他们打倒张春桥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传张春桥是叛徒，这是张春桥一个致命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把张春桥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徐锦先抓到学校关押起来了，张春桥要去解救他，他动用了军队，这就把学生激怒了，他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调人到骑着摩托车，一个摩托车队开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这让学生激怒了，就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炮打张春桥的运动。张春桥是有点受不了了，正在这个时候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给上海市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发了一个特级电报，
这个电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口述的，毛泽东做了决定，然后起叫手下人根据他口述起草了个电报。毛泽东从这种态度去看呢，是决心要死保张春桥。如果没有的话，这样的话炮打张春桥，那张春桥肯定受不了，就要给造反派组织给拿下来。这也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毛泽东保他。这是张春桥经历的第二次危机。第三次危机就是1967年年初，那时候已经是推翻旧的党委政府，成立了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后来叫做革命委员会。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是要革命群众组织要夺权，要成立新的革命权力机构。本来毛泽东就向张春桥提出这种机构呢叫做人民公社就比较好，毛泽东只是就淡淡提了一下，张春桥听了以后就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得到了秘密武器。回去他们把旧市委跟上海市的市政府推翻以后，他们自己掌权，新的革命政权就叫做上海人民公社。正在这时候就发生大的问题了，上海市像叶剑英他们这些就说人民公社这怎么叫人民公社呢？上海反对张春桥那派人也趁机出动了，说都对叫做新的红权力机构叫做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了强烈的指令，说叫人民公社，上海里新的权力机构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叫什么呢？叫中华人民公社。那以后毛主席不叫毛主席，叫中华人民公社的社长啊，就提出了大量的指令。张春桥又碰到了一次危机，因为他是上海人民公社，他就是第一号人物嘛，整个成立的过程都是他搞出来的嘛。他成立以后给党中央发获信，发报喜的电报，中央一直没有回，张春桥就心里非常发虚，觉得这件事哪个地方搞错了，然后又选取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就觉得搞上海人民公社是错的。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出面了，又替张春桥化解了他的这第三次危机。毛泽东就轻描淡写，就根本没有说上海人民公社不好，就说哎呀，这新成立的这新的权力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为好，所以就悄悄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革命委员会，又把张春桥给保下来了。张春桥又好不容易又度过了这一关，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就是1967年的二月中旬，一批对于文化革命非常有意见的老干部，被后来官方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一些元帅、老帅跟副总理，他们联手起来大闹怀仁堂。因为本来是在怀仁堂开会谈经济问题啊、生产安排的问题，这些就肚皮里一肚子的对于文化革命非常抱怨、非常不满意的这种东西，他们在那次会上就发作了。发作以后当然火就最开始就是冲着张春桥来的。那首先是谭震林，因为谭震林以前在华东工作嘛，而他的老部下陈丕显就是上海市的旧的市委的第一书记。谭震林就说，那陈丕显还是红校鬼，从小就跟着我们干革命的人，现在也没犯滔天大罪，怎么你说不用他就不用他了呢？就首先就发难，对张春桥发难，实际上是整个旧的老革命的这老干部的势力是对整个文革派发难，但是最开始就拿张春桥开刀。谭震林就跳出来向张春桥发难，就提陈丕显的问题，一个红校鬼你怎么就把他斗得死去活来，也不让他出来工作。那张春桥就说那这是群众的要求嘛，群众要批判他，要斗争他，我们当然只能支持了。那其他的老帅跟副总理就不干，你们这也是群众，那也是群众，那党组织呢？那你的领导责任在什么地方呢？就问他这一点，然后就吵得不可开交，闹得非常厉害。那些人就各种问题都拿出来了，甚至延安整风的问题什么都拿出来了，搞得江青、康生、张春桥这派还搞得挺狼狈的。因为那边的势力非常大的，都是个个都是要么是有军功，要么有战功，而且
都是位高权重的人，都是掌握很大的国家权力的人，他们跳出来反对文革派，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张春桥，搞得很厉害，搞得他们非常非常狼狈。但会后下来以后，张春桥跟江青他们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毛泽东刚开始听了还哈哈大笑，觉得好玩吧，你们双方斗起来，我在旁边看着，看你们怎么在那里斗。后来听到后面，毛泽东觉得事情不对了，毛泽东就觉察到这批老干部实际上是在反对的是整个文化革命，这就是要毛泽东的命了，毛泽东就不干了。而且陈毅这些说话也是嘴巴管不住，又把1942年延安整风这些事情都扯出来了，就把文化革命比喻成延安整风，毛泽东就最后就把大闹怀仁堂这件事情定义成是二元逆流，就说老干部们发动了一场二元逆流，要他们做检讨，他们只好做检讨，包括向江青、张春桥道赔礼道歉，然后张春桥、江青这些就趾高气扬的就得胜回朝了，这是一个事情。第五次危机就是发生在1968年4月，上海又发生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那次事件也是搞得张春桥很难为，因为始终抓住一个问题，就是党内总是有人传张春桥是叛徒。其实张春桥做过辩解，他说我没被国民党抓到监狱里去过，怎么会说我是叛徒呢？我没有叛变这种可能性嘛，国民党没有逮捕过我嘛。其实呢，那次事件是有一个很高级的干部，是陕西省的原省委书记，叫何思廉，他就郑重其事的发誓赌咒的保证张春桥就是叛徒。为什么？因为张春桥最开始参加了一个共产党，他也不知道那共产党有一个支部，他就参加，其实那个共产党是没被正统共产党承认的人，他参加了以后后来不算，当然那些人也是干革命，也是曾经参加共产党，也反正也是这种，但是他别人不承认这一派人是上海市的地下党的这种支部。后来嘛，过了2年以后，那是1936年发生的事情，张春桥参加了一个不被承认的共产党组织，后来38年重新参加，张春桥特别想说我的党龄就是1936年开始，上面不算，就你第一次参加的不算。但这种事情嘛，你就是也不是张春桥的罪过错，但是这件事就被何思廉就理解成，或者是被说成是张春桥是叛徒，他参加的不是共产党。这件事是上海市一批军队干部的造反派，军事院校的学生出面来炮打张春桥，就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那次也搞得张春桥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最后也是毛泽东又出来说话了，说是炮打没事儿，又把张春桥给解放了。张春桥面临的第六次危机就是庐山会议，那一次危机可能就是最大的危机。那一次危机是林彪亲自出面在庐山会议上发难，矛头直指张春桥，攻击的人是没有点名，但是任何人都知道攻击的人是张春桥。那次会上由于林副统帅亲自出面了，而且张春桥也会想到林彪的讲话一定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那这就很大了。林彪讲完话以后说张春桥想抽烟镇静一下，在旁边林彪手下的干将吴法宪就看着张春桥，3次划火柴都划不着，那种脸上的腮帮子其实不断的颤抖，然后头上满头大汗，那种局面，那是一个对张春桥来说是一个真是一个到了一个鬼门关的这种地步了。张春桥可能有一种要面临灭顶之灾的这种危险的局面，这是对张春桥最大的一次危机。结果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说这事情都是陈伯达搞的鬼，把整个局面就扭转过来了，整个张春桥他们这派又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搞得林彪跟他手下的人狼狈不堪，要叫他们做检讨，搞了这种事情。所以
我记得有一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六次危机》，写得非常精彩。他一生碰到的六次最大的危机。相应的，张春桥在文化革命中间，当然可能还不止，大大小小的磕磕碰碰，还有很多的事情。我看了这本《张春桥传》这本书，给他总结出来，张春桥在文化革命中间也碰到了六次危机，但是每一次危机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化解了这次危机，每一次都使张春桥是平安的度过了这种很困难跟很危险的地步，而且地位是越来越高，每一次都事件之后都是取得毛泽东更大的信任跟更大的支持，就是可以发现。在文化革命之前，就算是毛泽东的死党跟心腹，包括江青、包括陈伯达这些人，他们不论怎么做事情来忠实于毛泽东跟讨好毛泽东，毛泽东总是会有不满意的时候，总是有批评的时候，甚至有严厉批评的时候。但是看起来，毛泽东基本上没有认真的跟比较重的批评过张春桥。张春桥比较起来的话，在毛泽东的心腹里面是应该是最受优待的。他受到的攻击也是最重的，但是呢，每一次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度过了。所以张春桥他后来凭着他这些政治资本呢，经历了风雨，见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危机以后，他政治地位是很巩固的。然后再谈一点，张春桥差一点成为毛泽东接班人，为什么又没有成为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文化革命之前，毛泽东大力的唯一的死保的人就是张春桥，而且张春桥自从写了那篇《破除资产阶级阀权》，还写了其他文章，深得毛泽东欢心。最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废除以后，林彪是接班人，实际上毛泽东很快就对林彪不满意了，毛泽东就在接班人问题上要下功夫。但是呢，搞不清楚的是，毛泽东是想让张春桥取代林彪当接班人呢，还是想让林彪接收张春桥作为林彪自己的接班人，作为再下一代的接班？这个问题是不清楚。但是至少，毛泽东是想确立张春桥作为最高权力的继承者，就是接班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在1970年的4月份，毛泽东巡视在苏州的时候，在毛泽东专列上。毛泽东跟林彪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话，毛泽东就说：“我呢年龄大了，说林彪呢你呢就身体呢又不好，这接班人问题呢我们还要认真的考虑。”然后他就故意做的轻描淡写，就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小张当然就是指张春桥了。林彪这个人还是很倔的，说的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种关键时候，林彪还是挺坚持原则，或者是挺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林彪就不吭气，明显的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因为如果林彪表示认可毛泽东这个说法的话，那叫做另外的政治安排了，那叫树立张春桥作为最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这件事，林彪实际上是寸步不让的。林彪过了一会儿就说，他实际上呢，照我看呢，这种接班人还是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应该是像黄永胜、乌法宪、邱会卓、李作鹏这样的人，就是林彪手下人。这些人从小跟毛泽东搞革命的，这些人才可靠。那还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我们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实际上是就针对张春桥，所以有林彪这种表态。后来毛泽东还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都能看出来，比方毛泽东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毛泽东想搞好张春桥跟军队的关系。毛泽东已经委任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跟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就让张春桥本身也成为军人，成为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然后跟军队的其他人搞好关系，跟军队的老帅啊，跟军队的那些大将、
大将军们搞好关系，特别是在华东要给当地的军事机关的领导人要搞好关系。但是毛泽东始终失败了，最后毛泽东终于看出来了，军队是容不得张春桥的，而且党内也容不得张春桥。比方周恩来就是给毛泽东反映张春桥是叛徒，其实党内这种反应非常强烈，照道理张春桥似乎应该下场是非常惨的，毛泽东是拼命的保才把张春桥保下来，到了这种地步，最后把张春桥搞成是政治局常委以后，再想让他当接班人，在全党跟全军一致会反对的情况，毛泽东还是看不过这一条，对党内跟军内的这种意见还是不得不尊重，不得不考虑，所以才没有让张春桥当接班人，最后才挑了一个王洪文来当接班人，但王洪文也没当成，最后又挑了一个华国锋，所以华国锋这个接班人把他的老婆也给抓起来了，这过程就不说了。但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相当一段时间挖空心思的想培养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党内通不过，军内通不过，也就没有当成。所以今天我们讲张春桥传，就把这本书的一些最有趣跟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大概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下一次再见。